临厝保安庙教庆爱国将军圣诞千秋，县长27号率县府团队来到临厝的保安庙参拜，祈求神明庇佑和境平安，风调雨顺。愿就愿心于，愿心于，愿福报，愿福报。临厝保安庙教庆爱国将军圣诞千秋，县长在县府民政处处长还有所属机关多位的主官主管陪同参拜至正如敬经。临厝的爱国将军庙的庙址是位在临厝的金门和平公园的旁边。和平公园现址正是民国38年古林头战役国共两军对峙的主战场，当时两军死伤非常的惨重。为了安置当年此战牺牲的冤魂，和平公园完成之后，也在公园旁边建造爱国将军庙，使英灵有所归。